接着呢，由低竹带来的表演，演奏曲目是天后江蕙和歌手施文斌所诠释的台语歌曲《雄心揪点》。《雄心揪点》呢是日本歌曲改编的作品。这首歌在发行时期呢，几乎是卡拉 OK 呢，还有 KTV 必点的歌曲，甚至呢，经过民宅也都能听见大家在里面欢唱。这首歌带来了风靡一时的潮流。27年前呢，施文斌刚踏入歌坛和唱片公司签约的时候呢，公司老板告知他要唱台语歌曲，那时候他是一窍不通的。那刚巧呢，碰到同公司的艺人江蕙的提拔，和江蕙合唱歌曲《雄心揪点》，尝到了走红的滋味。靠着自我的努力打拼，在台语男歌手呢占有一席之地，从原本完全不会台语，到现在台语呢是他的人生。施文斌呢，他的歌手，他的身份呢不只是歌手哦，他还是我们台湾电竞协会的理事长，而且他还是电竞的教主，他很会打那种电脑游戏。赶紧欢迎，掌声欢迎我们低竹所带来的演奏。老师还是不能休息，要带来指挥。
接着带来民谣组曲演奏，掌声欢迎。
谢地主带来的表演。